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到嚟嘉伦子频道嘅呢个新闻短评啊。咁啊，好耐冇见啦吓。咁啊，今日咧点解无端走出嚟咧？就因为啊有钱啊，讲钱咧就啊最多人睇，所以又出下嚟啦。咁啊，讲保就业计划，咁啊就点样派发咧？今次啊林郑咁啊，即系啊就继续。你知佢又系见记者噶啦，咁啊好多桥嘅佢吓，咁啊听下咯噃。咁啊，即系呢波疫情咧就三个几月噶啦，咁啊就即系好多行业都受打击啦。我谂大家都身同感受，唔止见到今次吓，咁包括咧餐厅啊吓、健身室啊咁样咧，已经系唔止系停业啊，系结业啊，咁啊都非常之可怜啦。咁啊，特首啊林郑咧吓，咁啊宣布啊再有呢个所谓保就业，咁啊保就业就聚焦喺第五波疫情即系受影响嘅一啲中小企咁样，咁就话向雇主啊发放为期三个月嘅呢个工资补贴。咁咧，佢就话咧，即系个计划咧系会剔除咗冇受疫情影响嘅呢一啲行业，就包括大型嘅连锁超市啦、药房啦、物业管理公司啦、银行啦、金融机构、电信商、广播业同埋速递公司咁样话噶。而计划涵盖嘅呢个时段咧，就为呢个2022年嘅5月至7月。咁啊，规定咧月入就低过30,000嘅员工咧，就可以获得工资补贴。咁啊，每个全职嘅员工咧，资助额咧就系8,000蚊一个月噶。而雇主咧就需要将补贴咧就系、是、用翻喺即系受惠员工嘅呢一啲人工，咁啊唔可以自己去再调啊。而雇主咧系可以提出获得资助嘅雇员人数咧系。以切合呢个经营状况噶，但系人数咧就唔能够超过上限，咁啊系人都知啊呢啲嘢。咁啊，阿林郑就话啦，即系初步建议咧就参考2020年，咁就举例话咧，如果公司喺上一轮嘅计划成功申请咧，即系今次申报员工咧系1,000，即系上次系1,000嘅话咧，咁啊会系今次嘅上限啦。咁啊话咧，即使即公司冇1,000个员工啊，咁但系去到5月嘅经济复苏嘅时候咧，请更多人嘅时候咧，都仲可以再申请咁话噶。咁除咗受惠雇员啦，有上限啦，即当局亦都考虑规定，即所有雇员人数系唔会超过划一上限，即系为大型雇主咧就设上限咁样。咁林郑又话啦，即系明白65岁嘅或以上人士系未必有强积金户口，咁就话会制定呢个安排，咁就俾佢哋喺计划中嘅受惠啊。详情咧就话迟啲公布，咁啊话咧可以惠及估计下110,000-130,000嘅员工咁嘅资助额，涉及260亿-310亿啊！咁林郑话啦，即系新一轮嘅所谓保就业计划咧，就现时咧就属于一个坑架嚟嘅啫。咁啊，话咧跟住仲要所谓马上啦吓，总之就会继续接触呢个商会、雇主联会同埋工会等等，咁啊话要听佢嘅意见。咁之后咧就去到立法会再申请拨款咧，就话4月咧就会接受申请咁话噶啦，咁样话听住先啦。系啦，咁被问到超市、物业管理公司、速递公司等等咧，喺今个疫情之下咧，即系有员工嘅确诊啊，或者列为密切接触者咁啊，其实公司都依然系受到影响啊。咁点解仲要踢佢走咧？咁样？咁林郑就话啦，即最初2020年嗰一个保就业咧系好阔啊，就话即系话嗰啲所谓企业咧，即系啲嗱佢系话咧啲市民话嗰啲企业都好多生意，
点解仲要帮佢呢？我唔明，我唔点名啦。但两大超市都系当时好多人认为唔应该申请，而今波疫情，两大超市根本卖到断晒货。如果员工感染咗，就佢要负责照顾佢嘅员工，咁样话嘅。嗱，呢个佢讲嘅啫。系啦，咁佢又举例咧，即系今晚是堂食咧，即系送餐平台就话生意好好。咁员工送递过程咧有风险，就应该由雇主负责。咁另外，政府之前宣布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咧，就喺下个星期三开始接受申请噶啦。咁为期三个礼拜啦。咁啊，受惠对象除咗失业人士咧，亦都包括被勒令关闭嘅场所咧，导致暂时冇公开嘅雇员，例如美容院、健身中心受限制嘅人。即餐饮场所等等，咁申请条件包括去年第四季里面至少有一个月喺香港工作，并且月入介乎喺2700到3000嘅呢一啲人，提交申请之前咧，连续30日里面冇工作嘅要。咁林郑就话咧，大部分申请系会以强积金嘅户口资料系核实。咁如果申请人冇强积金户口咧，就会由政府委托嘅机构处理。咁预计可以支援到300000个短期失业嘅人士咁样。咁啊，系啦，讲就讲派钱啦。咁啊，好多人就吓冇得出噶啦，嗰个钱就即系剔咗好多，剔走咗好多啊。咁啊。其实讲边啲合理，边啲唔合理啦。老实讲，即系其实你话超市俾唔俾嘅唔俾啦，你问我我都觉得唔俾啦。系咁啊，即系金融机构啊，其实金融机构系大嗰几间唔会执嘅啫噃。细个几间停晒行，我唔知道会唔会迟早都系执噶噃。其实啊，特别香港啲股票啊、前排啊、过山车咁样，咁可能都缩水嗰啲公司系啦。咁啊，药房你话卖断市，净系卖检测剂嘅啫，其他冇得卖嘅，几样嘅啫噃。你话卖药房都系必利痛检测剂系咁多嘅啫，其他嘢有冇人买？都系冇咯。即系个个喺屋企防疫，你话药房啲巴士有冇人买？街都唔使出咯，系咪咁啊？至于广播业咧，即系大嗰几间就冇噶啦，就都大把钱。咁啊，细嗰几间都冇乜细噶啦，香港。所以广播业佢既然计出上限咧，其实广播业我谂都唔使加入去嘅，你人数都唔够。即系佢所谓嗰啲剔除呢个人，即系剔除嘅企业咧，其实佢就针对紧嗰啲所谓大公司啦。咁但系佢跟住下面加咗一个人员上限，咁会唔会有啲多余咧？咁就变咗，因为有啲喺嗰啲行业里面嘅细公司，例如所谓超市，咁佢而家大型连锁啦，咁啊，但系药房有细过，有啲好细噶。咁嗰啲又点计咧？咁同埋即系佢个人数上限亦都系有流动啦。即系香港好多嘅餐厅啊，主要餐厅啦、啊，或者连锁嘅一啲公司啦、啊，其实个商业登记系分开嘅，即系系啦。咁啊，要睇佢有冇详细再出啦。咁就因为如果商业登记分开，佢又当另一间公司咧，咁啊。啊，咁啊，嗰啲咩美心啊、大家乐嗰啲都有排出，啊，仲有得攞，咁合唔合理咧？系咪？即系其实与其话，即系我由法例或者由资助嘅对象着手啊，边个俾边个唔俾啦？即系我谂，即系嗰啲所谓啊，又爱国爱港啊，支持政府嘅企业咧，能唔能够吓？有翻啲社會責任，知道咩時候咧就唔應該申請啦，因為咩時候就唔應該攞呢個錢啦嚇。咁啊，至於其他
仲有嗰个所谓咩啊，失业救济啊，嗰啲又系嗰啲又系唔知申请完几时有得攞咧，吓、啊，咁啊，望啊望，快啲有得俾啦，因为吓、啊、香港都好多人好惨，除咗失业咧，仲有啊俾人混入隔离营啊，啲强行俾你删咗啊，支持你啊，乜都有啊，嗯。另外呢个又话攞上立法会呢个30,000蚊，又系唔知等几耐啦，即系月入30,000蚊嘅呢个所谓8,000蚊补贴啊，又系亦都唔知等几耐，咁啊等下先啦，脚等啊，喂等啊有咯，佢话四月，咁啊听住先咯，吓咁啊，所以今次呢个有冇用咧？呢个都成一个问题，即系你话有啊好过冇。咁啊，长远嚟讲，其实而家市民嘅主要声音系咩咧？咁啊，开始慢慢开翻啲嘢。咁啊，呢个真啊，咁啊，而家疫情20,000-30,000啦，咁你话好唔好严重？以香港人咁少嚟讲咧，其实应该好严重噶。咁但系最高嘅是50,000。咁啊，你话禁完嗰堆嘢有冇影响？有帮助？以我哋睇嚟讲，唔系好觉。吓、啊，即系最高嗰时50,000啦，咁50,000嗰时系咩情况？禁晒噶咯噃啲嘢，头发都禁埋咯，咁系咪真系有用咧？吓、啊，因为亦都系个问题。反而亦都有人估啦，即系我谂同埋啲专家讲都合理嘅，即系真系开始有啲嘢系需要放啦。特别香港其实即系。几间大学都估系讲紧300,000+确诊啊嘛，咁啊估啦，呢个系可能随时400,000-500,000都有啊，唔知啦。咁因为冇做全民检测嘛，咁啊佢讲咗做，亦都后屘都决定唔做啦，咁样。咁啊而家会唔会系已经有全民免疫啦？即系都唔出奇，我觉得。可能性大唔大唔知道，我唔系专家，我唔系读医嘅，我唔系读拜科。我只知一点就，大家都希望放宽，大家都觉得而家个情况好怪，有啲好轻症嘅就唔知点解又晕啊晕啊晕个几月，因为一个钟，第二个钟，第二个等完隔离到尾嗰时系第三个可以中，咁啊晕啊晕啊晕咗成个几月，屋企几个人就咁好难搞咯。而家香港系咪真系吓、啊、个个都顶到咁耐咧？唔系噶，都见底噶啦。如果再唔放咧，就好大剂。除咗放香港，就放关啊，即系通关各样。样样都要放啦，就等你啦，林郑啊，即系特首林太，睇下几时心情好啲吓，咁啊开始放翻啲嘢。即系我都知噶啦，即系内地好多所谓网民啊，都喺微博啊闹紧香港，即系播毒俾佢。系香港传上去嘅，都不得不承认。咁啊，但系。其实香港走上去嗰啲系喺香港避疫嗰啲啊嘛，即系惊咗香港啦，咁我又系要翻去，同香港大部分市民其实冇关系噶咋。你叫佢即系叫香港啲人去吓，唔知做咩啦。咁系咪真系有用咧吓？只能够讲大家唔好咁黑心啊吓，叫人去死啊，唔好要得啦。我都希望下香港啲即系人咧就健健康康啦，中啊有佢中啦，不过轻症算啦吓。入院好惨啊，要同啲尸体一齐瞓。你入竹篙湾都好惨啊，咁啊系啦，祝大家好运啦吓。希望香港快啲放翻啲嘢啦，亦都我都只能咁讲。你期望有啲咩啊？我都唔期望有啲咩，因为佢唔做嘢咧，就系做咗最好嘅嘢。我而家觉得最好唔好搞咁多嘢，因为
嘅香港人知嘅噃，惊嗰啲自己唔会出去啦，唔惊嘅中过嘅你由佢出去，佢都唔会再中嘅 Omicron 中完一次唔会中第二次噶嘛，所以成件事咪你咪由佢咯，你又已经有晒疫苗通行证噶啦，咁你打完科兴话唔够保护力嘅，咁你咪叫啲人补多剂百安踢咯，系咪？都系你嘅问题，全部都系最初，即系而家个形容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咁而家你知啦，今日见到啦，咁你咪将当初做错嗰啲嘢修正咯，似唔似？我同你讲唔算早啦，啊，不过以佢嚟讲都算好早啦。你肯做都算系咁，我都只能够讲吓。最好咧就快啲吓。就真係即係有啲改變，就做一做應該做嘅嘢啦，做一個地區首長，做一個地方嘅管理層，要做翻啲符合大眾期望嘅嘢，就唔係一啲門面嘅嘢。唔能夠講到好白，不過我諗大家都知係啦。今節講到咁多啦。Like, comment, share, subscribe,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